以道家来讲，省先正干，完事就到出病延年，永远无病，衰老感统，那个正干的话，那要修成功，那个报生名称不同了，叫圆满报生，那叫圆满报生。我们大家修佛修道的，有些人开悟了啊，有些人得定了啊，有些人好像是烧出来用舍利走了，管他舍利生也好啊，舍利走舍利生都没有关系啊，舍利飞也可以。那不过是穷尽了到发生成就，报生没有转，修到了报生转成圆满报生了，那妻子可以少无病无痛啊啊，那完全决定了实在天的天人之身，并不是不可能，但是要转成这样圆满的报身修持啊，它不是普通一般的打打坐啊修修法悟道会做得了，要悟后再起修，这是另一条路线。那么修成了圆满报身以后，就有千百万亿化身，就是现在这个肉身会画很多的出去，画出去不是一模一样，不是照相机那么照的啊啊！有几种，就是现在有些人修道，原来修的有些人很少了，一般都瞎起来说自己出了阴神，没有这回事。出阴神的人有象征的，一望而知，什么叫出阴神？自己身体打坐还在睡，睡在这，另外的。出去，坐着出去，出去了，你回到家里看看，啊，人家是坐在这里还抽烟上的朋友，马上可以回家看看那个电路关好没有啊，门锁了没有啊？或者家里有人打牌，你还看得清清楚楚啊？那个人打什么牌，讲什么话都听得清楚，可是对方别人不知道你来了，这种叫阴神，抽阴神，抽的阴神。阴神等于做梦的身体，也等于说普通所谓讲灵魂出窍，也等于一种病叫做离魂症啊，灵魂出窍叫做离魂，有一种病叫离魂症啊，这个肉体躺在这里，这个精神出去啊，离魂症当然一得了很难，梦游症有些多人有梦游症，夜里睡觉然后起来做事就来大的，还起来办公啊，批公文，批完了以后又闯进睡觉，第二天一早起来自己还不知道，那个叫梦游症。那梦游症的人，他懂精神分裂、心理病，他又不同。那么梦游症的人，相近于离魂症，他不是离魂症，离魂症的程度比他高了。有些人生道到达了真正出阴神了，接近离魂症。这个叫阴神，那不是，他不是千百万亿法身，要出阳神，就是说圆满报身，西门不管同庙同有一类可以出阳神，阳神怎么叫阳神呢？一个人修佛修到定力高了，坐在这儿，他阳神出去了，就是去看你。他这里还在听课，有人向打招呼，哎，你来了，对呀，我也来了，你干嘛听正干的呀？啊，另外一个人出去跑到百货公司啊，还买一大堆东西，也是他啊一样的回来，再有一个人还回娘家去了，啊，妈妈在是有病，他还在病床上招呼呢，啊，算不得有一个还跑到台南跳舞厅去跳舞了，啊，一起可以出去好几个。样子也可以跟自己一样，也可以不同。如此对比，这是一种难于在的人体的化身。有没有这回事？现在在说小说啊，啊。那么还有化身，可以自己变成猫，可以变成狗，变成蚂蚁。因为你要教化蚂蚁、教化狗的时候啊，我们这样跟他讲，真刚刚不懂了。要给他汪啊汪的叫他就懂了，要会他的语言，
必须要说菩萨化身千百类，一类众生，很多菩萨是一类众生，一类啊，对，一类众生啊，所以我经常说吃牛肉上小心哦，算不定吃了一个牛菩萨啊，那么他这个菩萨化成了牛啊，他要吃教化牛的，比如中国的历史上佛教史上好几个故事，有一位两位法师统参道友，这个两个人道理都差不多了，就是南北朝的时候啊，佛祖历代统在历史上有，有一位法师就告诉着他师兄啊，我啊道士成了，那个债没有还，我要走了，你要帮忙我，提醒我注意哦，啊，不忙过往呢。这是好吧，这个头你去吧。他打坐坐在那里，走了以后干什么？异类众生，本来在北方五台山打坐啊，五台山在山西啊，他跑到南方江苏来变牛去了。过了20年，打个老牛了啊，那么他这位师兄啊，还在山上，还在入定了，后来求定了，告诉一个回来，哎，他听说你呀、啊，要到这个南方去的，要到江苏这边，看我有封信给你，给我带去啊，把你带到江苏某一月某一天。在一个地方路上碰到一条牛，你会碰到一条牛啊，把你碰到的时候你就叫木木法师，叫他名字，然后把这那个牛一答应你，一给你叫住了以后，你把这封信告诉他，不要忘记了时间，不是这样啊，这样就过世。他说这个和尚啊就照办，到了江苏有，哎呦，上去走，时间到了，还有一两天，赶快赶到那个地方。那哪里找呢？到那，哎，到了那个地方一等啊，果然有人拉一条牛来，还有大哥这个牛，还要试试看。不忘念着，手里拿到那个老和尚一封信，就叫木木法师，那个牛就不走了，停住了，就看他了。他就告诉他，某人叫我带信给你，不要忘记了时间。那个牛把眼泪掉出来。站在那里，就是啊，到牛肉馆捏个盘去了，就捏盘了，哼，这是了。他把这封信给他一读，你讲，他就是像这一类狗是在中国的佛教历史上很多，也可以说是化身之一。这化身之一，在此地我们看得少，在大陆上我们当年。因为修佛修道访的拜访的人多啊，啊，我也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在浙江绍兴一棵树下面一个山里头，有个老道人，不是和尚道人，不晓得他是和尚道人讲不清，因为住在那里一两百年了嘛，所以头发也很长。你说他光头嘛，和尚光头也会讲头发，那时候有个头发长，在那里打坐。他的指甲总归在讲两三年了，要去给他剪一次指甲，后来指甲长起来，长起来把身体上都光了，也不吃也不喝，你摸摸他身体是死的死人身体吗？不是，温暖，因为入定的人啊，温暖暖瘦湿三位一体，身体还有温暖，所以寿命他并没有死亡，存在他的精神意识没有离开这个肉体，但是有一部分是不是变化身出去了，那要等到比他高明的人或者有高度的天眼通的人可以检查他到哪里去了，他是怎么样，这是化身的成就。其实我们现在也化身成就啊，化的很多啊，你看两个人铺盖背在一起叫做结婚，然后生了一大堆
这一大堆啊，又生男的又生女的，男的女的啊，又去解封，解封下面生一大堆，我们老祖宗两个人就化生了我们这一些啊，这个多少万万人口啊，这就是化生，所以一能化生。在你如果念到这个细，那这个所依的呀、啊，念这个细胞啊，一念这个精虫卵上的那个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变得多了，一下一变一，就是十几万个。这个人体的生命也在化生不已，我们身上的吃这些东西，营养身体变成是蛋白质啊，喝完营养这个细胞。细胞新陈代谢生生不已，这个报生上面也有化生，也有化生，就都在这个肉身上。所以一个人真正证到了自己这个肉体生命，就具三生的作用，也懂佛一样，三生本不稀奇，因为我们要化生了，人要思想，要灵魂，要精神，只要没有一口气没有断以前，这个法身，法身怎么来的呢？你说我这个思想，你们大家在插话头，这个思想哪来来哪来去啊？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是命如来。你为什么去管思想？他来的时候贸然而来，去的时候你也留不住。所以大家做起来拼命想把妄想空了，你看多傻，傻得像个真钢一样，很颠扑不破的傻啊！人家是真钢般若波罗蜜，我们傻的啊，般若波罗蜜的真钢，笨得要命。你为什么要去妄想？妄想本来空的，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实名如来啊，你想留也留他不住啊，那个人把思想留住了。你说我昨天很烦恼，你不是 说傻话吗？昨天的日子早过去了，昨天的烦恼早没有影子了，你现在坐在这里不烦恼，你现在很烦恼，你等一下不烦恼，因为烦恼，烦恼并不停留，换句话说清净正盖也不停留。所以有些人做功夫的偶然坐一趟很清净，然后下了坐两腿一放，哎呦清净跑了，清净怎么跑得了？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是命如来，清净根本没有跑了，是你所见理解的不清楚，所以就到功夫跑掉。有些人说哎，功夫来找我，什么叫功夫啊？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实名如来，如此你懂了，无一不在定中，由此起初慢慢到达三生成就。这三生的道理，法生就是如来，报生是真，化生就是佛。那么这三生怎么呢？那理论的道理啊，法身之体啊，报身之相，先拜于化身之用，体相用，万事万物皆有体，皆有相，皆有它的用，体相用。我们晓得这个道理以后，现在你说佛法，大家修佛要拜名师啊，找老师啊，传一个方法秘法，都要找的。佛没有保留啊，一个成道的人，或者一个成佛的人，还有秘密保留，要你投磕的多，钞票送够了，再把秘密教你。这个佛你千万不要去碰，至少我都不去碰他。因为他做人的道德还不够嘛，真正的道是天下是公道，没有什么秘密，什么哎呦天生之术忌讳啊，不能妄传非人啊，恐慌
道是天下可能哦，坏人不应该度，光度好人，那、好人何必要你度啊？他本来就是好人嘛，啊，你佛来度佛干什么？啊，佛是到苦难众生、不受教化的众生里头去行教化，道是天下的公道，所以佛把天下公道都告诉你。修持的方法正刚正常都有，现在我们加上许多啰啰嗦嗦的说明，这说明心理心性状况没得一个做，不要做相。